这里就是丢三落四，就是穿了一件别人的衣服回家。所以我穿回去好几天之后，我老婆来说，那件不是我的衣服。因为我基本上是一个蛮 local 的人，所以我还蛮研究于在那种市场卖票。自己跟很多年轻人在一起，发现自己真的老了。比如说，我很喜欢一个人叫郑智化。我知道。他的歌说起来没人听过，他是幕僚，是1990年代出生的。天塌下来，他都可以笑的。其实，对，麦康，因为我觉得大家对很多事情，他真的很不计较，他真的很爱同情弱者，又说你会被他气死。我选上的那一天，我没有哭，我也没有难过。我觉得我好感动，因为我觉得这段时间我们所有的我们所经历的事情都不是选票可以代表的，就是不是选票选出来的那个结果可以代表的。对，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要难过呢？要难过是这些没有投给邱显智的人，并不是我们这些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救自己的家乡。然后其实我当下我就觉得说，我哪有干嘛救啊？就对我来讲，我会觉得我干嘛救？可是当夜深人静，我想起这句话的时候，我会觉得真的就是自己的家乡自己救。这里新竹会有一个办公室，那我们当然在帮忙这个办公室嘛，因为时代力量本身就是作为未来如果有一些更年轻的世代，他希望能够参与这个公共事务的时候作为一个平台，所以我们在全国有8个地方都会成立办公室，那新竹就是其中一个。以后当然就是说希望能够作为一个能够帮助这些年轻人可以有志于要从事公职，或是要对这个社会付出的时候，的一个助力。